现在快走这个，对，走这个包厢。他懂了。觉得很恐怖呢，这感觉还不错，这个感觉，对吧？但爬山无疑下山也是半小时多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比较难爬。这个就切这儿，你看下山，你看这后面，我知道。下山我就不知道。下山对，我是下山。不过反正我们能到下面。正好我们两点半出发，还可以，这个时间还是可以接受。我就不拍了，就等着他发给我好了。我拍了很多，但是下次再发就好了。但是不一定好看。没关系。夸夸夸都不说话，夸夸夸在那拍，光干活了是吗？他不想把心录进去。正好这个太阳晒得还不错。他们根本就不查这个漆，就直接排队就上，根本就不查看，对吧？
右边走。你怎么把那个天黑？这个角度的高点，天真美美的。下去路上买点吃的吧，好饿，买点吃的，三分，再去再说。好了，走了，下去路上加个油就走了。对呀、啊，赶路了，两点半正好到下面，两点半到，两点半出发。要不一会儿我先开，你先自动休息一会儿。行，都行。然后因为长着的路是，但是我不说早点开，因为晚上我就会更困。嗯，那你早开。现在是啊是啊，先开。所以说这对啊，这是我建议的。嗯，就是我可以开，先开两三个小时再说。九点到多伦多。是啊是啊，六个小时，然后加上路上吃个饭，加个油，上个厕所，七个小时。是啊，所以我是说我先。应该是七个小时到。趁我现在精神还好。你先开吧，你先开。这个白天开也开得比较好，路线比较清楚。对，因为周围不太熟，就不太熟悉。对。啊，不要说话，让我。发现我长得好像，四个人都戴眼镜，但是戴的都一模一样，感觉连气质都拿捏了一致。哇，这原来可以坐六个人。一个星期之后这些都没有，一个多星期是所以就要就是紫花开看着。我刚才录一个完整的镜头。你这录了很长时间了。